翡翠里的花色看不尽，手镯里的故事讲不完。这是一位翠友托我给他找的高冰飘绿花手镯，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条种水非常不错，都已经透手了。你看他的种水已经全释放出来，整条就是冰冰韵韵的。经过视频沟通和详细说明料子的特色情况，老大哥相信我的专业，最终确定了下来。大家觉得这条手镯起货怎样呢？根据老哥的一个要求，这个料子的话就加工成一条56圈口的小胖条。经过多天的等待，一条小胖条出现了。咱们先欣赏一下，它是非常的水韵，重货水都没得说，花色也是最大化的给它展现出来。整条圈扣的话胶感非常的足，而且釉质也是很细腻。这样的料子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养眼？感谢老哥的信任，没有让他失望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条手镯如何呢？